今次就由我哋分享一下自己点解会觉得成为团体合作大明星啦。平时我见到老师嘅时候，我都会去主动帮手，譬如派功课同埋擦黑板。除了帮老师手之外，我都会积极帮到同学噶。当同学喺宣导问功课时，我都会尽量解答，希望帮到佢哋啦。喺朝早嘅时候，当见到科长有好多补要点，我都会主动问佢使唔使帮手。当有分组活动嘅时候，我就会同同学一起合力完成。另外，我都会有特别当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希望大家都会继续去帮其他人，去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。